下一段回来，我们去看看温牧师酿造梅子醋，为什么要把醋坛子分别埋在菠萝蜜树下，埋在梅子园里，连樟树林都有啊！而且一埋就是三年，有三年的时间了，已经三年了，三年了，三年了，这已经整个过程三年了，已经三年了。哇，高中都已经毕业了，这三年。